那这件是他里面最保守的了。哎，说得好。欸、我也讲过嘛，今天来第一次 run K 啊，傻秘书哈，头一摆绕 V 字型的哈，第二摆绕一圈，第三摆头扎起来，村里拢闹出来，我嫁不出去。那也嫁不出去。正经的啦。是你这个标准太高了。像我这好会识对不对？因为手拎破卡子闹整口口，娶到我，跟他袂出一台五十 CC 奥多麦，新油奶吹，搁眉目乌烟，一档子上阳明山，背家算算就落家过好过。上代最主要是安那，阮翁若讲离婚，他歹去卡着伊。咩啦？还是讲还太水啊？我两趴光明顶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年365天，给你点条条，我哪能盖光明？安尼无人要来甲我撮，足奇怪嘞！这是会使坐啊？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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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都还在想有吼？小姐哦，很丰满哦，感直视他性感。那这件是他里面最保守的了。对，说得好。我也讲过嘛哈，今天来第一次 run K 啊，傻秘书哈，头一摆绕 V 字型的哈，第二摆。闹一过，第三摆头扎起来，村里拢闹出来。制作人知道没有？他有留后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很快就结束了。好，第二集开始了。好，那请问你一开始是先唱歌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三岁就开始演戏。啊？三岁，因为我爸爸是阿西嘛。阿西跟托先生在一起，老阿西哦，对对对，不是黄西田，也不是陈柏正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哦，是阿西阿西，从我干公家，阿西阮老爸啊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进入农村有没有？进入有有有进入农村，是是是是。对，今嘛因为阮老爸阿西嘛，甲托山在台东咧起家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在一起啊，还在一起。对，那我是三岁就跟我爸爸跑江湖，是，啊以前三岁就演童星嘛，是，嘿啊，按着一年演个大汉啊呢。哦，我两年前。拍大爱电视台有去你爸爸那边住过，是啊，在台东那边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鸡吃完以后有没有特别有些什么？对不起，没来不及吃，没吃到，到了当天已经很晚。啊，你无吃到是你的孙媳，伊个吼威尔汤，那是威尔汤吼，伊个鸡吼地鸡汤，伊个一只鸡那么地鸡汤爱地迄个7-49点钟啊，迄拢全精华，迄食了到底啊，讲人的爱讲狗的，敢讲到你莫爽歪歪啊！那阿西大哥看你穿这样，他是就华裔阿姨，赶紧劝说姐。我老爸本身是无什么意见啦，哦，伊是感觉讲，伊若我多生一个查某囝出来，好，这做大家真爽快，真欢喜，这嘛是伊的功德啊，这嘛是功德无量啊。好东西跟大家分享。对啊。那结婚没有？还没呢，我嫁不出去。那也嫁不出去。正经的啦。是你这个标准太高了吧？没有没有，足奇怪呢。不是，伊较上中了。嘛不是啦，不知安怎哦，咱全中华民国的这个男性哦，目睭若不是青光眼，就白来上。像我这好会识对不对？因为手拎破卡子闹整口口，娶到我，跟他袂出一台50cc奥多麦，新油奶吹，搁眉目乌烟，一档子上阳明山，背家算算就落家过好过。上代最主要是安那，阮翁若讲离婚，他歹去卡着伊妹啦，还是讲还太水啊？我两趴光明顶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年365天，给你点条条，我哪能盖光明？安尼无人要来甲我撮，足奇怪嘞！我一身可怜啊！太厉害了！这个你比较熟啊，这个正，太正了！所以你身体若无够用的吼，三天就出山了。什么场子对你们来说最好赚？选举秀都会拿 double 嘛？哦，对，选举秀都 double。选举是有时候爱画画个脑，哎，蛮好看，带动喊口号。对对。算了，这好算你家孙仔仔出拳玩乌波啦！哇！来，我们现在来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各种场合都有不一样主持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请他们来示范，好不好 ？OK OK。首先呢，我们请那个啊高小姐。高小姐。哎，我准备鼓励高大哥啊，还有那个杨小姐来庙会是怎么弄？像我们开场啊，各位贤男信徒，大家阿曼大家好哈！啊，今仔是咱这个关圣帝君吼，啊圣诞千秋千千秋哈，也今仔真欢喜呢啊！有这个啊办着咱的这个初熬菠菜，啊大家尽量开怀畅饮啊，不醉不归。啊，咱这个啊尾仔酒桶讲袂强的吼，会啉的尽量啊，袂啉的加强啦。啊，是是是啊，哎对啊，咱这场吼，这吼咱那个吼关圣帝君的圣诞千秋吼，啊有咱地主来杨小慧哦，所给你答谢的啦，一旦祈求四季平安，六条兴旺经营满。来合家平安顺事大发财，会当财源永路通四海，金银财宝百面来，会当让你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去，然后就出门西面就超过大路咧，可是我咧日日见财啦，拍卖就自往降顶兼万财吼，十三季好不能兼家度，啊然后你包咧你好财啦，数钱财拢让你着归牌，拢借你个心意来，拍只铺啊哈，拍铺啊！
咱大市拢起老厝哦，哎，啊，就开始就拉了呀，开始有拉，马上要热门起来就是选举秀哈，那选举秀我们还是请 OB 。OB 先请问一下，那个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一招的礼貌，礼貌，礼貌。那选举秀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话是不能讲？对啊，比较敏感。也不会啦，我们不分党派嘛，我们当艺人就是无党无派无钱通买菜。今天好像说，哎，左中康找我，你是选立委，那我就讲你的话而已，我也不说他对手是谁，我也不讲，不管就对了。咱就讲关于建安乡亲时代，登记第一号，第一号立委委员候选人左中康，是一个非常实在、脚踏实地，为要为咱乡亲时代来拍拼个努力，希望乡亲时代将你上届宝贵一票、上届宝贵专家票，拢当转予咱的土中康，予伊顺利来高票当选，来为大家拍拼个努力，您讲好唔好啊？只要土中康来高票来当选，伊绝对会为大家来拍拼，为大家努力，拼死拼命。领导有什么代志拢当来找伊，你欠钱也找伊，领导无办个怎嘛找，拢当找我。太猛！你谁干嘛抽烟？这个就是效果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现场的观众会笑，因为你要把那个亲和力拉过来。我们今天是来捧墨这个人啊，那我自己就改编了一首歌，比如说像土中康他要选立委，是，对，我就会唱那首《树桂红》啊，《树桂红》。土中康立委的选举，我拜托咱乡亲来支持，予伊做咱的立委，为大家争取福利。对呀，土中康做人真好气，做事又搁阿莎哩，拜托乡亲一定爱转予伊。冷静，你千万别算打到群里哦。打到群里哪里有？来，打到群里。因为我是两个字嘛，你刚刚那个是陀中康是三个字嘛，那四季红两个字要怎么弄？会使加一个兄嘛？是哦，顺风兄嘛，这样。顺风兄，市场会选你，做来乡亲来支持，予伊做咱的市长，嘿，为大家争取福利。OK， 好，那我再请问，他如果是四个字，谁呀？四个字，譬如说欧阳长青，例如啦，下一届欧阳菲菲，你不会选？好看大家来挤挤，那拦不倒我们啦。哦，哎，那一个嘞，西维斯史特龙嘞。OK， 来，看，不要了。哎呀，西维斯特龙，史特龙，史特龙，那么死两次啦。还有这个也不能讲错，就是说他是几号，你要讲清楚啊。有时候遇到对方哈，刚好没有我们这个竞选团队过去，我们在上面拿麦克风，那对面也竞选团队过来，看到他的号码，你不能。因为只有我们两个竞选啊，你跟孙鹏跟陀中康两个竞选啊，你不能讲这边的司仪不能讲说孙鹏高票当选，这边人会赌那个哦。你要讲说啊，大家努力啊，大家努力就这样，你不要讲说他动算他动算，人家那个就这边的这边良性竞争啊。所以这个讲话，你不能像刚刚他讲说啊，咱登记第一号陀中康，伊是无党无派，无钱通买菜，脚踏实地上个讲白菜话，只要来一动算，咱整个头就对愈来愈散，人个腰死唔通转哦，安尼死啊，你知道？